左摇、右摇、上摇、下摇，真好 Q。哎，大家好，社长。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神父，耶耶！2018你一定买过不少游戏，是。那有什么真的你会拿出来讲的？那我跟神父呢，我们两个都是喜欢打游戏的人，对。所以今天来发表前五大。觉得2018代表游戏，没错。好，我们请神父来发表。哎，那芒果要干嘛？吃面，负责吃，负责当花瓶。哎，花瓶就是这样直接讲出来的，比较好吗？可以吗？就当是花我。是花，对对。花瓶至少还有花嘛。对啊。不是瓶就好，不是瓶。哎，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很好吃的餐厅，听说很好吃。芒果推荐，芒果推荐，大推，有很多很厉害的餐点。我们今天变成业配吃东西的影片了，没有，说好的讲电玩的，我们要讲电玩了。我们一边吃一边讲啊。有芒果就不会有电玩。芒果，芒果就是会有废片。这边要变废片了，废片担当。因为现在有那个圣诞节的抽奖活动，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写一张抽奖卡，那我们就可以写。哦，非常好。他第一名是那个iPhone 的耳机。iPhone 耳机。这间店还有一间。哎、欸，就是他第一名是抽一台Switch。Switch。所以我们应该再去那边吃。在那一家才有抽Switch。对对对，这边是抽Switch。对。所以我们是。我们走错地方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该去那家。来，3、2、1，跳。所以这边的大奖是抽无线耳机。那一家是Switch一台。那这边在大平林站，对，那边在国父纪念馆。这边好像3号抽出口一走出来就到了，蛮近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国父纪念馆站呢、啊？就没想到，我今天才发现我们两边的奖是不一样的。哦。对，我觉得这边最好吃的是辣鸡翅。哇、wow, 哦！我是美来必点，真的美来必点。嗯，好浮夸哦。那面条在嘴巴里面跳跃，你跟原来的，还有调酒妹。这是水果茶，哦，水果茶不是芒果茶，超过15个人就要包场。这是茄汁迷迭香鸡肉意大利面，酸奶 BBQ 猪，它上面有水果酸奶酱、猪肉，还有面包，下面还有薯条，然后它的巧克力酱，然后自己倒进去。哎，你们看它的水果茶，里面有满满的水果球，都是新鲜的、现切的，超可爱的。这个薯条，哎，怎么样？比麦当劳好吃。麦当劳直接封锁我们。没关系啊，麦当劳又不会找我们业费，他们又不会找我们业费，他们不屑啊。我们什么咖？反正社长都可以考虑来这边录。有没有吃饱？吃饱吗？我没有吃饱，就我觉得。约会的话也不错，那你要有人可以约。对啊，你有人可以约会吗？你就只能跟社长约会喽。对，那我宁愿跟芒果妹妹约。我今天先走，我想到我有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不起，还没吃完啊。整间店我最爱的餐点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很怕他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快点吃啦！吃，打算冷掉了。怎么办？只想一直吃，不要露营。我反正不是真的吃哦。第五名，2018值得推荐的游戏。Top 5第五名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还要自己上音效，累啊！刺客教条奥德赛，第五哎，芒果妹妹上厕所，换我来讲第五名。那我是比较日系游戏的哈，第五名呢，我觉得是任天堂 Double 实验室啊，就是那个任天堂纸盒子的那个那一堆游戏。为什么这个值得拿出来讲2018呢？因为这个呢，算是一个突破性的游戏。嗯，但这个游戏就是小游戏啊，小品牌不好，不是说很耐玩，但是它很有创新，也很有趣。Powerful 呢，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觉得很意外的，就是 Just Dance。Just Dance， 对 ，Just Dance， 因为它让我从了不好说的70几公斤，现在瘦到了。还是70几公斤、哦，没有效，但有来有少1公斤这样子。运动、瘦身加娱乐性，非常好。你觉得？好，那我芒果妹妹回来，芒果妹妹回来。2018第四名游戏是精灵宝可梦皮卡丘。哦，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
是有开箱过，对，开箱过，你唯一知道的吧？对，啊，这也是任天堂在年底呢，另外一波啊赚大钱的一个游戏，第三名是逃离塔克夫，那是什么？听起来很像一个什么塔克夫饼啊，什么那种，可以花一分钟讲，对，好，一分钟讲，社长第三名就是呢，任天堂。大乱斗特别版，嗯，就好玩。其实是我们玩的那个，就是我们上次玩的那个真的大乱斗。然后没有找我。其实牛尾炖饭有真的牛尾，好多牛尾里面，然后好多牛尾。好吧，请那我们也吃一下，整碗给你。啊，真假的，真的，我都弄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欣赏芒果妹妹吃牛尾茄汁炖饭。我没有神父那么会讲。你只要说好好吃的，好好吃，哎，吴志森的，好好吃哦。我感觉他一句好好吃胜过我一百句话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讲三次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全部要回去，这可以剪吗？这我叫我妈找我，妈找你，反正会剪掉哈，不会，不一定。哎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只要录了就不一定会剪。我不是妈宝了，只是我妈会担心。第二名，社长觉得二零一八代表第二名。游戏是《血咒之城：月之诅咒》啊，这是一个复古画风的游戏，也就是恶魔城制作人自己独立开一个公司所做的恶魔城游戏，类似恶魔城的游戏。那这个游戏我在五月的时候呢买的，当天就把它直播给破关了，那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。哎，怎么办？我第二名也是什么？波西米亚的一个冷门游戏。什么？那继续讲啊。Kingdom Come 什么、啊？天国降临。好好，二零一八代表第一名。第一名了，芒果妹不要再吃了，赶快敲边鼓。第一名，忍者信使。啊啊！忍者信使呢，也是一个下载版的游戏，就是忍者，那也是一个八 bit 风的忍者游戏。嗯，那它的操作呢，非常的激烈。每个关卡啊，每个魔王都会让你。差点把水曲给折坏掉，还有那个路途非常遥远。第一个魔王难打，第二个路途遥远，第三个魔王，第三个手指头不灵活，手指头不灵活，没有练，没有练啊。但我觉得爱恨交织的一个游戏，爱恨交织。Top One 就是被社长骂的要死，但是我为了他知道做什么事吗？我为了他买的 PS4 超贵。而且是社长推坑的，因为他那一片现在就不小心在我家了。对对对，你知道我为他玩什么吗？就是我为他不交女朋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为他每天推到，不要看拖游戏，不要推拖，没有女朋友不交女朋友是？你们不要那么中肯好不好？我为了他，除了不交女朋友外，男朋友也不交了。啊啊啊！他就是碧血狂杀二，那真的很好玩，但他很麻烦，就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玩。是，对，所以社长受不了。对，我把他骂完之后呢，就把片子丢给他了。谢谢。对，但是他为什么是我心中第一名呢？除了我不管大家对他的评价或名气啊，我就讲我自己的感受啊。他同时的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纪录片的人。那同时的融合就是那种昆汀那种，就是绝杀令啊、八二人啊，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电影？有。对，就是黑色幽默，但是又通完这种讽刺意味。他的主角让我非常的认同，就是他处于一个很人性的矛盾中。我觉得这个矛盾是我们大家都会经历到的。就一个游戏可以让我在这玩的过程中有这么深刻的感受，这么深刻的认同跟代入感，我觉得这是游戏剧情堆叠很棒的地方。但社长很不喜欢的地方，我也带理解。社长有认真听吗？有。他耳机在里面，我都快掉了。结束了吗？太突然了。其实我还可以再讲，我会剪掉。社长会打到快卡住。我都剪完就丢给他打交，然后交到明天给我交出来。回去不要打什么地铁门啊，给我交房买啊。是不是？我没照到，外面现在窗户趴了一群人，拍那个墙上在看我们吃饭。真的，惊讶的味道。觉得那是人吗？你吃得下吗？拜拜。拜拜，圣诞快乐。圣诞快乐。哎、欸，我爱心没人理我哎。圣诞快乐。没有宅男就是弄不到了。哎、欸，你要一个这样，一个这样。我要这样的。没有，我要这样。乱解释。对，乱解释。